对，不我擅想长剪报暗我杀。啊，暗杀也还好哎，只是也很容易被发现。拿这个消音步枪吧。我在等待我的会师帮我画出一张照片，我已经付钱了。现在是要花1200吧？为什么要换重装？不用吗？那是他要换你。因为你回来之后还会遇到敌人的。好。我要换重装了，就是我这边打，我不换重装，就是我要重装了。要冲他！等下开三级车回来的时候，路上都是敌人呢。走，上车。忘记啊，应该有一段蛮长的距离吧。就是那个湖泊，我好怕撞到你啊！啊！我刚刚就跟在后面，起码你是走错路了。对我是接近的。大概吧。怎么登不上不明问题呢？反正就是要去那个吹佛的货柜车位那边就对了。为什么要等我呢？我就去，反正。我今天打两场任务，然后就连升两等。那个车太快了。超跑呗。我是跑车啊，我是小丑啊。我在努力了。他应该会开船。啊呜 ！No no no！ 我飞去哪了？他就撞倒了没？我这样。哎呀，撞车！哎，都是石头。哎呀，撞车啊！我是不是转错地方了？所以说货车这边是怎样？一整排的枪哦。
你在播我吃死干嘛啊我们今天都一直在驼队十分一把敌人就已经拼到要有节奏感呢、啊、按喇叭是个艺术喇叭就一个音要怎么弹你要快去哪？你要快去哪？反正这个船也不需要了，让他这边，哎、欸，不在后面爆炸、欸，卡住了，我上不去，为什么？绝对不能爬那个栏杆哦。那一位被发现了，不用了。从哪里开始？啊，直接红色。不敢开枪在那边坐稳了，我上啊！
很多了。看到前面摩托车就把它打下来，我看。我看他隔壁也一脸淡定的在打，在开车，好笑。哎呀，人心看板，该死！Shit on my doorstep, unless Trevor tells me to, but that was only once.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 only rarely shit on doorsteps. And when I do, I don't want the doorstep owners finding out. Tolden. Mollus. Okay, it's too late to save my marriage, but, you know, I got it.我都在不知道干嘛，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一直在走来走去，然后事情都结束了，奇怪，我今天都在拖队，那我知道拖队吗？拖队应该是我好吗？那我们两个人，大叔只要只剩你，然后真正的中年人呢？我可能是进到那个公开战局，所以会比较慢。